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王源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金立智能手机杯2011中国世界冠军争霸赛决赛。是由朴文瑶九段对阵古力九段。王源老师您好。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很高兴这回啊托金立手机的福，那么咱们中国这个职业这个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中国自己的世界冠军的争霸赛。对啊，一共参加这个比赛是三位世界冠军，是古力、朴文瑶、孔杰，对，是吧？这个比赛呢是在我们黑龙江的大庆，这地方陈莹你也去了这次比赛哈。是 啊，当时这个比赛是不是搞得非常热闹？对，很多，而且我们就是现场讲解的时候也有很多棋迷在观战。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很多棋友就说，为什么世界冠军只有他们三个人？其实呢是2010到2011这个时间段，他们呢分别是富士通冠军孔杰，然后三星杯的冠军古力和 LG 杯的冠军朴文瑶。对，它是等于有一定的针对性的。那么实际上呢，关于这个比赛的它这个比方说它的设计啊，还有我们金立手机方面他们的设计这个比赛的愿望，对，关于方方面面的这些东西，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对于金立手机的刘总啊，刘立荣啊，还有一个采访，我们先看看这一段采访，了解一下情况。好。举办这个世界冠军争霸赛应该来讲有两个初衷吧。第一个，其实我们在这围讲这主将制的原则也是鼓励顶尖棋手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接触和交流。其实作为世界冠军的这种争霸赛也有这么一个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呢，我们是刚好是朴文瑶作为这个小报杯的棋手拿了世界冠军以后，我们也是为了激励更多的年轻棋手争取世界冠军，所以呢就创造了这么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个效果完全已经达到了。其实我觉得比赛无论是谁胜谁负并不关键，因为都是我们国内的世界冠军，最关键的是要他们联手为棋迷奉献上精彩的比赛。那么这三盘比赛来讲，我认为都是非常精彩的啊。同时我想我也希望我们这种比赛能够每年一届的举办下去，所以我就向中国的这个围棋高手提了一个要求，每年不能少于一个世界冠军，有一个世界冠军我们就每年都会举办，如果一个都没有咱们还他就不太好办。对，好的。所以看上去啊，我们要使这个精彩的比赛啊继续下去啊，要求我们中国的职业棋手每一年至少要拿一个世界冠军。对。而且呢，其实呢我们也说啊，那个我们希望啊一直都是争霸战，这个名字不要变，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要变成挑战赛了。那看来这个既然是争霸赛，要求中国棋手夺取世界冠军还要两个。对，至少两个。对，很好，非常感谢金立手机。陈莹啊，我一直也是这样想啊，咱们金立手机杯围甲联赛现在大家看到当然是他们的决赛了啊。对，围甲联赛确实是为我们中国职业棋手他们的技艺的提高可以说这个贡献啊，甚至可以用居功至伟这个词儿来形容。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那么实际上这次比赛呢，这三位世界冠军他们的这个比赛方式，陈毅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是用时是每方一个小时，然后呢是30秒三次。三位棋手呢在开幕式上先举行一个抽签仪式，然后是古力呢是轮空，然后孔杰先对朴文瑶，然后他们获胜的一方呢是休息进入决赛。对对对，然后是休息，然后就是朴文瑶先战胜了孔杰。然后孔杰呢对阵古力。对对对，结果孔杰呢又不幸的又输掉了。 对， 对，然后结果呢他二连败就你看你说这个朴文瑶都笑了。
那么这个方式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已经举办过的世界冠军的争霸赛，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世界冠军争霸赛，就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争霸赛的赛制是一样的。对，它就是由输掉的一方再下一盘。是，我觉得这个设置啊比较公平，相对好、嗯、相对好。就是说必须呢你要赢两盘棋才能拿冠军、拿冠军，同时你啊、哦、对，对于赢空的一方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嗯、就相对说来吧，这个对于至少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更好，他们可以多看一盘棋。对，是吧？这个就是在大庆的现场吧。是啊，是聂老和你在讲棋哈。对啊，真好。而且呢聂老是在第一天讲棋的时候还分别呢给这个三个世界冠军啊都在金庸老师的那书里面都有对照物。哦 哦，鼓励呢是萧峰，萧峰啊，对，然后孔杰是令狐冲，令狐冲啊，朴门尧是、啊、对呀、啊，朴门尧是张无忌，张无忌，好啊。说朴门尧的内功很深厚，嗯，然后聂老说在金庸小说里边、嗯、内功最深厚的应该属张无忌了。好，太好的。不管怎么说，究竟是怎样深厚的哈，我们还是看看古力和朴门尧的这盘决赛。对。行，我们现在就看棋。这盘棋呢，猜先就朴门尧黑棋。陈英，你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每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对。所以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个画面，不知道我们棋友注意到没有？我是第一次看啊。这个画面，我发现在一个明显应该应棋的地方呢，居然古力在考虑。他让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浪费了一点时间。那么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哦，他们的时间相对富裕、嗯、不是一上来就读秒的。对啊，这样可以，可能是在调整状态心情之类的。黑棋是朴门尧，中国流白棋鼓励二连星，然后从边上开边，然后黑棋挂角。对，这个下法都是现代棋的下法。其实要说现代棋和过去确实区别是很大了啊。有的时候我想说陈英，就我们现在的围棋和三十年以前的围棋是两种围棋，是不太一样的。过去的观念当中呢，像黑棋的这招棋就是没有的，一般是不是都从这边挂角，这边挂或者那边挂啊，或者是这边宽处。对，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如果你要挂这个，就是考虑到白棋这边子力已经多了，嗯，那么黑棋呢在第一时间来限制它的限制它的发展、嗯、啊。但是呢更多的大概应该是这种，它这种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已经走了中国流，要发展自己，对，你已经摆出了一个要发展的样子，你已经做了投资，你这块地你要修房子，你地基都打了、嗯，你怎么突然不修了呢？你怎么突然变得来去破坏对方了呢？你明明应该经营自己啊，是不是啊？是啊，这样听起来呢、嗯、好像过去的这个棋更讲道理、现在的棋好像就是不太讲理。对，陈英这个说法他用一种非常朴实的语言说，还挺有意思啊。但其实当然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现代棋呢它更讲究一个变化，它不是说在第一个直观的效果上来说我要符合刚才的逻辑性，而是这个逻辑的在运行过程当中它会拐弯的。你比如看上去你说我是破坏白棋，它不一定，不一定，我也许待会儿枪口一转我就转过来又来发展自己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主要是过去的棋和现代的棋啊，在好多地方观念不太一样的表现，哈。这话题呢说到这儿，我们接着看唐二将高家，然后黑棋双飞燕，对，白棋压，压过来，然后黑棋点角，是吧？而且这个直接点角应该也是现代流了，之前我们好像都要搬一下啊，对，哎呀，那个是真是随着这个时光的推移啊，这些棋形定型方式的演变啊，带来无穷无尽的话题。现在我们还是先看这个吧。至于说到朴门尧和古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啊、嗯，其实他们的对决在大赛舞台上好像不是很多吧？嗯，在 LG 应该是朴门尧第一次进入对世界大赛决赛呢，就是让古力上了一课。他们之前的战绩是古力是9胜4负，也是明显领先。明显领先啊，对。
那么考虑到两位的棋风，就像陈毅你刚才给大家介绍叶老给他们的定位哈，对照金庸的书给他们人物形象定位，就发现呢朴文瑶相对比较稳，因为有内力的人他不会一上来就张牙舞爪的给你打，对，是吧？所以呢其实聂老啊已经给这个朴允瑶已经定了一个，就赛前啊定了一个方案，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棋拖到后半盘，他的那个内功呢才能慢慢的显示出来，那鼓励呢就是应该一上来就跟他交缠，对跟他纠缠住不松口，对，一想起来呢应该像是这样，这样实际上两种棋艺风格的这个对决啊是非常好看的，哎，一方面呢非常想推着这个车啊高速的运行往前面开，另一方面呢就不断的想踩刹车，这个车慢一点慢一点哈，对，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了解了这些信息再来看他们这次决赛啊，其实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这就双方下出一个简单电视，真笑、有些细节呢曾经咱们就不能太纠缠了，比方说刚才这个白棋这个是粘好还是挖一个好，这是可以写论文的题目，哎呀非常好，所以就不说了啊，就说他粘，对，粘上就说如果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当时我还真的问了聂老了聂老说呢如果黑棋还是要立或者尖的话就是松了一口气，如果反正如果贴着气的话反正说是粘好，是论文说是如果职业棋手下呢就粘的概率高，如果业余棋手下呢就挖的这个概率高，所以呢如果您想向职业棋手靠拢的话呢以后见到这棋形就粘上但是也不一定啊算了这个我们不说了。我刚才说到了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当黑棋搬这个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画面发现鼓励不下棋，因为那个画面刚才大概有接近一分钟时间，一看鼓励不下棋，这个地方怎么能不下呢，对，是吧，显然是要搬嘛，那么就说明鼓励的时间多，他就调整心情赶快进入这个状态，因为我自己有这个感受，我们的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你跟朋友约会的时候是不是文凭对坐坐下来茶一沏好拿起棋子噼里啪啦就开始往上摆了，有些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对，好像就是先喝两口茶然后坐在那想一下，哎，运运气，这些都是这个围棋盘外的一些啊文化的这种氛围，有意思。鼓励呢在这就没有下棋，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般说来吧它又有好多逻辑性啊，一般说来呢其实黑棋可以考虑把它搬掉，先搬这个然后我想白棋然后再搬这个搬挡住，在过去的理论来说呢它就是放在实验室里追求啊，如果你先搬了这个你再搬这个白棋就可能不理你啊，脱先了可能不理你，为什么呢，就算你下一步把它吃掉那么你这个搬有可能损，请大家注意我用的都是这个比较玄的说法，可能损，因为也许你以后有这个啊，因为你这已经厚了嘛，你不要搬这个，那也许将来你这可以总攻击，你搬了这个让它退了之后呢也许它又是一个也许，也许对于白棋来说它棋形结构还相对容易做眼一点，都是也许，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家总结的一些逻辑哈，我觉得呢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被过去的一些经验束缚住了哈，就捆绑住了，其实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啊搬了基本上还是有害利多这个弊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搬完了白棋退你退了、然后将来他就不理，因为他要接嘛就差不多了，他如果不接将来你在什么时候转个圈来真的把它吃掉了，你说这个是亏吗，是、其实不一定，你看你将来你可以走这个也没什么亏啊，甚至他走这个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就在一定的时候啊，是啊，他一吃你再一拆这不就活了吗，换句话说这个亏损是很有限的，如果他这个人完全成功你还可以跳，他一冲的时候你还可以渡，在一定的时候，那么当然他打吃你有别的下法，也许你就在跳这个之类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搬和退的交换啊，黑棋损的可能性啊在很多情况下你给他设置了之后都很小，既然如此何妨先搬，就这个意思。那么后来我们再来看他下成这样之后呢，在眼前白棋接上了之后我们发现黑棋这个搬有可能搬不到、对，白棋有可能脱先了，对，因为如果他脱先了你发现这两个你不交换好，你同样是要打起来你是这样好，因为这个子由于没有这个交换呢，反正白棋暂时不会逆收，你将来说不定可以见这个，说不定可以罚战，是这个子的活力就增强了，就增强一点点嘛，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简单说来它的一些味道哈，但是我们也不纠缠了，因为这盘棋啊，它很快啊，这个棋太有意思了，我们接着看吧。是，看看是落入了谁的圈套。嗯、对，这个棋朴永耀呢，当然就是大局为先，他就猜这个，然后下一道棋就，下一道棋朴永耀他这个尺度啊，所谓不越过雷池一步啊，他这个尺度选择的很好。如果你走这个呢，离人家外室近，太近了，人家可能就选择打入了。对，如果你走这个呢，又是中庸了一点，中庸是可以啊，中庸的，但是你下一手要下的时候困难，将来你这个地方要善后的时候困难，所以朴永耀就想我再退一路，下一步我要走的时候，要么就大大方方在这儿了，是不是啊？要么干脆从这儿撅，你要搬我就从这儿跳，就这样过来也行。所以朴永耀选择了这个，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反正我走这个你又不可能下这个了，对，你被我先走。其实我觉得这边已经很窄了，为什么白棋还要再下呢？我一直都没想明白。对，这个地方那么下成这样之后，这朴永耀他的选择哈，按理说下一招曾经这个心情我们大家都有，是啊，我这个我都那么窄了，我猜二，我选择窄了不愿意怎么办呢？那么就先搬一个，就本来按照逻辑白棋应该现在就搬，好，现在搬一个黑棋，那我想黑棋也你不挡不行啊，不挡他爬进去爬，不要说吃死你了，先手便宜都受不了，所以你必须挡好，这样就使将来你这个永远没有了，他可以先挡你一下。我这个在搬的时候人家可以打住一下，可以打住，这跟刚才单搬他打不住这个区别巨大哈。所以按逻辑白棋应该现在搬，黑棋只能打，然后曾经你的痛苦继续，你说哎呀我这个又不愿意下，对，我还是不愿意下，被他一串起来我又不太舒服，又怎么办呢？就你决定还是下这个啊。其实我就想啊，如果他没下这一点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一下子就到这儿了，然后呢他走了一个之后，我这个简直是退避三舍，我就太窄了，委屈了啊。那么你说的这个感受是有的，也许你痛苦半天发现我面对现实啊，是不是啊？还得走，我不能从天上把月亮摘下来，不走那怎么办呢？当然也可以不走，总之他就是应该先搬然后再走，或者不走。结果呢，鼓励嘣一下直接走这个，对，打入，然后这会儿按照逻辑呢，黑棋本来现在就可以搬了，那不是说走不着吗？我这两个交换便宜了，那我就飞了，随便你走什么我都便宜了，我比什么都不走被你一下到这儿要便宜，是不是啊？对，我还想一下挂脚呢。结果呢，那么我给大家描述这个地方所谓的逻辑性啊，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现代棋的棋手啊，他们的自由，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啊，有些条条框框，包括你刚才说到聂老说的那种说法，他因为聂老师为了让大家理解起来方便，所以他干脆这么说，凡是下挖街的基本上就像业余棋手，如果单街的看上去就像职业棋手，他用这个表达方式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如果你把聂老这句话当成真理的话又错了，你不信过不了多久你就看见李世石就挖了，他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起来方便啊。那么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正因为现在棋手他自由，所以你要用一个什么框框去框他都框不了，你要用这个逻辑来框。如果过去假设是鼓励他们都很年轻，假如我再教他们的话哈，如果都是小孩我教他们，我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哎，我说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逻辑不对啊，要走这个必须先搬，我就会这样说，必须先搬。但是呢就不对啊，现在他很自由，由于他们的自由我们才会看见非常多非常多精彩的画面，如果按照过去所谓的逻辑来套啊，好多景色是不会出现的，真的。你看这边按照逻辑黑棋应该搬，但黑棋不搬，他又靠这个，对，挖一个，靠这个十万火急的这个关头呢，古力又来搬这个，对，那这个这个逻辑是混乱的。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心血来潮啊？他一想打入看人家，哦，对，我这棋我忘搬了，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他是不断下的时候调整心情，因为这个是决赛，据我所知，这个奖金是非常高的，对，而且是七八万，就是啊，这个声誉更重要，是吧？因此呢，他是在调整心情，同时呢，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把这一点是想通了，他这个脉啊，叫是论读二脉都打通了，就是挥洒自如，怎么下都可以，他们是这一点上非常强悍，但是仍然有些问题。好，古力现在突然就来搬，按理说黑棋压过来的时候他不能去搬，要搬刚才应该搬，现在搬，结果呢朴永耀又把他挡上了，这是得挡啊，这不挡这一爬这脚不是危险，对，是这就有问题了，因此我接下来呢就要说另外一个更精彩的下法，更较劲的下法，其实黑棋是脱心，契合吗？黑棋是脱心，那我就爬，
哎，它一般的这个地方等于白棋损得很大，嗯啊，等于是这个形状啊，这一靠啊，在现阶段损太大了。好，交换成这样，就黑棋下一步再问你，你吃不吃？吃。肯定要吃嘛，是吧？然后他说：“行了，我这也便宜了，我现在让你接着吃，你接着吃，啊，你再接着吃。”这可别一会儿你不知道是接好还是走毛病来。这不是已经有毛病了吗？他等这个你已经不敢吃了，你怎么敢吃啊？你得扳了点，他棋先手，我们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局部式的刀把舞，这是个假刀把舞，这个棋没有那么长，假刀把舞。但是你说黑棋长的是白棋，这个怎么办？好像已经死了，我觉得他已经死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啊？对，这个气 你不能跳这个，他冲断了。他说我是二愣子，我就不会下围棋，我就会收气，你根本没办法。对，如果你要跳这个那他完全不会了，他就下什么都行了。对，黑白棋只能稍微长一点气，然后去做这边收气。这个、吃太累，这个简直太累。对，很辛苦，很辛苦，是吧？还有，就算你吃掉，我们看黑棋不亏的，白棋把这个全部吃掉，黑棋只要外边厚了一点，黑棋肯定不亏。对，那刚才就算粘到这儿，我觉得是粘到这儿，这个又变了。也可以把它没有，他、嗯、哪怕他就这样，然后退一个。哇，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搬，他就跳一个吧。对，这个好像白棋还得收气。而且他就走这个，你这个也很累啊。对啊，你点行，他不走了，他走这个。还是得收起吃的样子。哎，这个太无聊了。嗯，关键是什么？陈英，我们发现这个变化它背后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它是不应该出现的。嗯，黑白棋早搬是搬得到的。对，黑棋要早搬，黑棋白棋没有这个搬的，但是呢确实托他们这个思想自由的福，我们才能看到后来的画面哈。不过这个画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对，乔文瑶果然是内功了，所以说他好像就就这句话你说还是跟着硬了，算了。其实这个说写文章啊，要聊那话题太多，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在这些地方花太多时间啊。需要说什么？这是一个心理状态。乔文瑶还是想稳，嗯，稳住，不要下这么酷。对，他聂老说的对，乔文瑶只要稳住，战线拉长，他机会相对多。一定要给他拖到后半盘，对，到了我的强项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想拉长一点，嗯，好，这个鼓励仍然很难受，这个盖住，所以他就从这往，因为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黑棋，我看这个段当然也是有的，他就虎一个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是这个太窄了，段这个形更好。好，鼓励挖挖，那么飘苗就要吃。其实好像是不是也是从上边？那上边打最简单了，上边打当然是最简单了。然后就再一下棋就接上吧，啊，就接上了。对对，接，因为你走这个，他肯定咔嚓，鼓励连根断这个，你必须接，嗯，他就把这个探出来。那他这个给你断在这儿，这个作战反正黑棋没有不好，嗯，但是突然这个局面就变得非常激烈，所以朴明瑶不愿意。那么你就接这个啊，陈英，是不是接这个？接这个也行。接这个你就是下边目数有点心疼。但是你白棋下一招怎么定型也是问题，你飞这个是不是他还有这个？我知道。哇，这个好狠呐，啊！对，您是在瞄着这一边吗？没有，我循序渐进。哦。你除非这样下，我确实下不过你。你如果这样就可以吃我，我是那完全被你杀花了，我这完全下不过你。对，这样应该不敢吧？这样我，这个人家鼓励说我就要这样吃你，那我就要这样吃你。那您这个也别搬了，非这个不满意吗？非这个不满意，哦，非这个被他一断打不满意，这个一定要搬。一定要。但这个也不怕，算了，这个我们就不纠缠了，这变化太多，看实战吧。总之，乔文瑶就吃这个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如果是两个小时，我们可以慢慢切磋啊。今天时间有限，然后再吃，要吃这个是一般的定型的手法，白棋一定要立。黑棋下一个接，这也是比较强的意思。然后白棋肯定要先从上面先开吃一下，接上黑棋接上，然后白棋一路煎过，这个煎过有点酸楚啊。但是整个来说把黑棋撅进去了哈，黑棋下一个朴明瑶大局为重。对，贴这棋呢是有故事的，这棋黑棋是可以飞出来的。飞这个？对，飞。这不是死我也要多死一个吗？你走这个有点一般般成因。他只要这个一撅出来，白棋太瘦了，这个有点问题。他酷一点是不是这个？但是仍然很复杂。然后他只有下这个才行。哦，这个全部弄进去，但是仍然不能。这边都是我的地盘。他仍然有这些。那我就搬啊。对，他再搬。就这个意思，你要把它捉住很困难，因为它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
你还是不好吃，这还有飞，是吧？但是我刚才只是说呢，有这个下法。田园呢，可能还是所谓的大局为重，他就选择了这个飞。那么白起鼓励当然一跳。陈英，我们这样来想这个问题：假如从黑棋这个分江而治啊，猜到这一点，从这个时候开始，白棋从这一线来逼住，或者说自己开拆，然后双方往中间一发展，这个地方全部是白棋的控，这个地方是黑棋的外势，因为他愿意的话，这个档是先手，这个档是先手，啊，他只要这一走一脉都是先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黑棋会很好吗？我不认为黑棋很好。就假如黑棋这块已经无条件死掉的话，是白棋好，我认为。这白棋的目数比较实在。就你看，他逼到这儿，怎么突然长到这儿来了？他刚才是逼住，拆了逼住，这么窄，现在往中间连跳连跳，是把这个东西全部吃掉了。对，黑棋只不过是增加一个这个，这个你还要小心啊！人家客气的时候一点三三没了，不客气的时候，陈英他打入这个，你怎么吃他？对，所以说这边好像黑棋就是欠一手棋，走完之后就马上要再走。而且这个地方不能说是后势。不能说说外事都勉强，他这个棋势啊几乎要变成这样，这个棋好像黑棋还可以，嗯，是吧？好，那么我们就发现什么呢？朴元还是求全局的稳定，他还是这样想的，求全局的稳定，不然的话呢，这个棋啊，我觉得拽出来最厉害。好，这个拽出来，拽，但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陈英，你看他这个棋不容易死，你看吧，他这个是绝先，然后他还有这个搭住，你考虑到这个棋形，你看这个黑棋怎么会死呢？是不是？你白棋这三个又不是说拔了一个花在这儿。对，但是会不会很受罪呢？一直就开始长征。他只要一长征出来啊，这个白棋的一路子啊太难受了，啊，就这个意思。啊，白棋的本身的形状也不是特别好。不好，哎，现在他走这个呢，那个鼓励当然这个是比较这个追求的，一定要这样下的，稳一点呢，是不是这个有？还有最稳一点呢，把这个盖住。吃干净，吃干净嘛，吃干净，这也基本上吃干净了。嗯，哎，但是这个效率就低了，是不是？所以鼓励选择了这个。因此下成这样，他追求效率的这一招，我只能这样说：假如黑棋这几个棋子已经死干净的话，我认为是白棋好。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棋朴元必须要，这个必须要扎丁。嗯，这个扎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地方哈，因为他还有这个。但是如果不走的话，您对、啊、是要说这个这个都，但是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所以朴元还是在求稳，好像是就是你走这个呢，对于这边配合更好一点，嗯，是吧？但是好像说是小飞都是下这个的，如果这边大了，这边就要小，这个就搞不清楚啊。嗯、算了，这个就走了这个。然后白棋好飘逸啊，哎，飘逸，这个很大。我们接着往下看，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这个太大了，肯定要飘下进去。这个下一步鼓励是有点这个。得理不让人哈、啊，他也知道朴元的棋风，所以他是紧紧拽住、嗯、这个棋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大局为重，走这个就行。你要点脚，他就只要把你呼住，嗯，整个这个地方虚虚花花的，保证这个是死的就行了。那我不点脚，我靠出来。靠出来呢，一样。靠出来呢，他你这块棋生根成问题，你还得跳嘛，他就跳嘛，你整个没活。然后再那这边不是觉得太这个是收根了吗？他是收根，而不是为了成控。哦。而这个收根呢，主要是为了兼顾这个。如果不是兼顾这个，陈英，我们碰上现在这些年轻高手啊、嗯，喜欢这个显示力量，同时又喜欢抬杠的年轻高手，不会这还能出来吧，他就掉这个，你走什么？你就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嗯、你走什么呢？你这样吃他困难，是吧？如果你要这样吃呢，他这穿又穿又不清楚，这个棋官子不清楚。嗯、因此呢，朴元这个已经是很稳的下法了哈。哦，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样的一个形状，在我的印象里边、嗯，就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这边有子，我第一感就是尖底啊，对，就没有家的这种想法。对，他家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要照顾上边的，照顾上边，我就可以选择家。对，我们看看这个实战的下法，这个鼓励很黑，走跳，这个跳是不是啊？你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现在显得有点隔靴搔痒了，这个效率低了，不像刚才。嗯哦，但是这也是被聂老骂了一手。这个是鼓励的风格。聂老师怎么说的呢？聂老说这个棋哪有信，一上来就直接就点到这，然后鼓励回答就说，好像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形状也不知道走哪儿了。嗯，一想呢就点一个吧。对，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就说鼓励这个很黑嘛，他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下这个的，他是尖顶的时候就想好下这个。
他是这样想的，就如果你要走这个门，他也许就是这个啊，就走然后再从嵌外边给你封住哈、嗯、你要走这个他就走这个啊。古人早就想好，这个想法太多变，我实在受不了。对，但是这个棋就这么就点到这儿，收根这有点太直接了。没有，他就收根。从战略上来说，只有这块黑棋不活、嗯、他这儿才能无恙无忧，是不是、啊、才能高枕无忧啊。如果你黑棋这块活了，你这块白棋就很难办。不要说补别的，你补了这个，将来他给你靠这个你都很讨厌。对，我把搬进来咔嚓一断，你走什么？对，就随便这么一走你就难了。叶老说这个子特别重要。对啊，这个子千万不能死。所以他这个棋就是什么呢，棋形结构有的时候东边的棋必须靠西边的棋来牵制，孤立的东边经营，经营不好，你看你打这个他有这个打切下来了，你打这个他或者打这个他有这个打，这三个子靠不住。对，你如果退这个他又到这儿来了，你成空的时候两三首辅成有小啊，确实是这个问题。因此呢他这些不能考虑，我觉得鼓励现在只能这样，但是我是建议他最早就加这个。说这样我这个立一下、嗯、这个将来立一下这个脚上的损失，对啊，亏了一点点、哎、然后白棋怎么去弥补这个整个黑棋不活。我觉得这个白棋并不是不成功，白棋可以占吗？可以所以他目数就现实的就已经亏了、亏了一点，亏了一点可以完全可以接受。他大方向曾经我们回想一下、嗯、大方向和刚才最初就加工是一样的，只要你这块没有活透啊、哦，我这边就没事儿。嗯，啊，他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看吧，这个很有意思，很精彩。平阳呢，肯定也被古力弄得很，这个刀火生情、对，就想着这个高下了，我好像就第一次见着，就是这么比较直接的就进来了。他这个下法多，这个简单，古力斩草除根，直接撅哈、嗯。要说的话哈、啊，因为时间关系了。像黑棋先走这些，你说是不是没有呢？啊，一会儿就可以煎这个。对对对，也不是没有哈、啊，这个就不说了。黑棋走这个，白棋搬过，我们看他们的吧。要长。黑棋长，哎，那么白棋呢？上一招在粘上，这必须粘，被它断了不得了。然后黑棋跳，因为粘完了之后呢，它这有个扳断，你一断它长，这个有点厉害、嗯，是吧？你一冲它可以退，对，这个地方受不了。因此呢，这个平阳这个又是最朴实的，嗯，它得补断。除了这个朴实的下法，有别的很多下法可以拼的。你比如说现在飞这个，这也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不，你现在要搬这些根本他看不见了，你哪来得及啊？他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啊？靠退了之后再搬这个，他、要反攻你这个，这几个破子都可以不要了，对，都可以随时弃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下法很多，但平阳仍然是觉得，哎，他还是想能不能可控。结果下一步又被鼓励紧紧一盯，这盯着他有点嗷嗷叫。我觉得这个心理战的内容好，这盘棋棋的格局呢我们都没见过，也很好啊，但心理战内容好。平阳想要控制这个车，想踩刹车，鼓励不管那么多，拼命全速前进啊，全速前进。好，这个盯着他，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靠一个，其实这样的话不是黑棋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深入这一块了，对，但是古力大概看清楚了，可以反正可以切断，可以保证你这块没有活透、嗯、啊。好，他走哪儿呢？顶住，然后我就藏进来。哇，下一招吓人，顶，再顶，哇，这个简直是古力的棋，哎呀，这个棋太凶悍了，破一个，很好，这看着好像是黑棋快连上了，但白棋把它冲断、冲断，对，因为白棋要左手把这一线切断，哎，冲，黑棋是挡住，然后白棋断掉，白棋必须断掉。好，这样一看呢，终于断了，但是它是百足虫，死而不僵啊，小将一个，任白棋的硬手，活力的，白棋在这边呆呆的病一个，呆病了一个哈。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想着这个地方如果是全都给它挡掉就好了，不，它还是保留好，黑棋它总是事后论也是保留好吗，后来就走不着了啊。但是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由此受到一点启发哈。大家看他们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在这个激烈战斗当中，过会儿我们可以摆到这个画面，对，现在其实就是比我们再远一点，对，看得出来，幸好啊，咱们这回这个冠军争霸赛这个时间还富裕一点，还好一些。我觉得呢，那种超快棋啊，30秒一步的啊，
因为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了，我估计什么时候骑界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能全都是这么快的骑，因为太快的骑啊，也有点眼花缭乱，而且长此以往呢，容易造成职业骑手的，固然他的武功是非常熟练哈，容易造成将来这个围棋的价值方向啊，价值取向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比那一瞬间谁这个力量强，谁就赢，他就淹没了围棋的别的一些艺术韵味。你比如开始推敲逻辑啊，这个搭配怎么样好啊，你就规划设计啊，这些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时候看谁不要出错，是吧？是，我觉得肯定要是参差着的。如果是光是慢棋的话也不好玩，光是快棋也不好玩，也不好玩。所以说呢，得有时候看看快棋，有时候看看慢棋。咱们这次就挺好，我觉得一个是小时的时间要好一点啊。接着看，有一个感慨，就是看上去呢，白棋外边全部连上了，那么黑棋全部进去了，要杀气，白棋的气长得不得了，那黑棋作战是失败的。但是再突然一挖掘呢，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个断。对，黑棋呢这边的坚实先手，对，然后他就可以断掉了。其实我们刚才看他们现场那个画面也看到，朴瑶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又杀出来了，又杀出来了。嗯，他依仗一个什么呢？这个是我特别想给我们棋友汇报的哈，依仗一个真子有力。所以围棋盘上它有两个因素可以打破一般行棋的规律，一般行棋的逻辑。哪两个规律呢？一个是结真，一个是真子，这两个现象是超出常规的。对，我觉得结真最有意思，因为呢很多啊，就看似是我的脚，这是我的脚，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个结真，这可能就是姓黑了。对对对对，是。就我们了解了这两点之后，再来看围棋，它就非常好。等于以前我也试图用一个方式来说围棋。围棋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是吧？对。它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原则性最强，原则性最强。什么原则性最强呢？我比你多半步我就赢了。嗯。那么你之前的这些努力通通没有意义，你刚才占优这些没有意义。它的原则性最强了嘛，是吧？对。但是它灵活性最大。你说它灵活性大体现在哪呢？我们说两个眼是活棋，他说我两个眼活棋我不要了，我给你吃，我不活，反而形势更好。弃子。那、所以你要为围棋盘算要制定法律的话，太难，千难万难。因为它就原则性最高啊，但是呢，灵活性又最大，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太有意思，哎呦，这一段一看，哟，鼓励有点麻烦啊，他真子有力，太怪了，你想加死他来不及，一次说对这个气太紧了。好，我们接着看，黑棋是尖的断哈，对，然后他也只能吃出来，然后粘上就只能粘上。哎，这会儿一看呢，黑棋一时半会儿也不行，但是朴文瑶拦不住白棋，挖掘出了妙手。刚才我们大家看那个画面啊，看出来朴文瑶这整个身子倾到棋盘上啊，在这刀头沉思，想做妙。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拐，他就出来了。然后你要冲，他也跟着顺来。你要靠也没用，他也跟着冲，是吧？你再要走这个，他也走这个。就是封不住白棋，不行，封不住。如果封不住，就变成什么呢？白棋这块他反正弯腰曲背的哈，九曲回肠一般的，可以从这儿溜出来。这块棋呢，又可以胜利大逃亡。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对啊，这块黑棋进去了，而这里边呢，已经死了，搞不好他连气都不用收。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黑棋就是也不行啊。对，这个段呢，他就是之前那就有问题了。对。这边要就是当时这盘棋因为影响很大，在看，哎呀，都说这个白棋鼓励力量强，这一拳砸下去把朴文瑶砸晕了，要崩溃了，冲得稀里哗啦，是不是啊？这还是决赛呢。对，那其实朴文瑶呢，他也得拿出办法来。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有现场有很多棋迷，其实棋迷都是给朴文瑶加油的啊，是朴文瑶的主场啊，朴文瑶的主场。 对， 对，朴文瑶他是东北人，对，他是哈尔滨的。他是哈尔滨的是吧？对，哦，所以说呢，这次很多棋迷啊都是去看朴文瑶的，去看朴文瑶的。对，
尤其是第一盘啊，那个主场那个气氛啊特别浓重啊。聂老说这个其实孔杰优势，孔杰还优势，孔杰这期已经输不下去，就是输不出去 了、然后下面的观众呢就没有，对，就好像就是根本就就是一直在沉思，现在就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画面，这些其实都是朴文瑶的粉丝支持着。对，大家不接受啊。对，就没有人跟聂老去互动。哦，知道啊，我突然间看见了结果，我说聂老啊，这朴文瑶啊已经赢了。嗯，聂老啊，朴文瑶赢了，那我们再看看后来怎么回事。一看啊，真的是孔杰是失误了，所以说呢，朴文瑶抓住了机会。然后聂老说这个，朴文瑶真的赢得很不容易。那下边就立即就互动了，就开始掌声。太好了，所以说这个有意思。下边呢，刚才看见这么多这个支持者，朴文瑶肯定得拿出点招来。对，我们接着看啊，他继续压黑棋压。那么这个适应手好棋，因为白棋你走这个不行啊，走这个他就走这个就行了。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和这个断。对，所以白棋当然是这个，这个你仍然是吃不了他这个。哎呦，这个闪电，或者像一个鸟展翅飞的鸟啊。是要想直接吃它吧，其实也没招。对，吃不到。结果呢，朴文瑶是先跳。对，他跳一个。先跳这个鼓励当然冲，你要挡住的话，他就吃。你发现呢，这段滚打包收首先是没有的，因为你搬的时候他一打这可以打出去，是吧？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粘上你搬他就搬这，哦，搬这又不行，他得先吃。对，搬这飞，你扑这就麻烦了。对，所以我是下这个读秒的，行不行？不能保，一会儿就崩溃了。好，叫吃，对，就这样就吃出来了，这样行。所以这个黑棋这样不行，在这儿突然黑棋长也不行，长的话他就从这边就吃了，吃出来他吃吃再吃，哎呦真棒，每一招都很紧啊。对，看了这个变化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先走这儿，如果是这样就行了。哇，这个简直太妙了。对，干着急没办法，你一冲出来就是双吊吃，但是您冲不出来，这个很妙。所以我们来看实战当中朴文瑶这个挤啊，他一搬，鼓励一叫吃，朴文瑶再一挤，哇，妙手！这棋太漂亮了。看着好像白棋似乎就陷入危机了，就这个断啊和这个跑又变成剑合，不能兼顾。对，好，这个鼓励吃，先吃哈，好，先吃，尝出来，对，然后再送一个，先叫吃，因为鼓励最终是要拔这个子，那拔这个子之前必须在这先做一些交换啊，叫吃。拔掉，下一步要闷死，所以黑棋必须弯弯绕出来。然后白棋再一贴，白棋再贴，有了这几个交换之后，这个应该是就没机会了吧？哇，这个你说这个词还可以，叫应该是没机会了吧？我觉得陈颖这个表达方式好，我比较喜欢。尤其我们跟围棋沾边的，当然我们棋友大家平常调侃玩呢，这是可以。要说我这个棋赢多了，我早就赢多了，突然一招没看见输了，就这种绝对化的语言是可以的。但真的要围棋要品味啊。陈颖，你这个表达方式我最喜欢，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吧，但是后来天翻地覆有东西，他是有这种可能的。你一巴掌就把人家拍死，就是这个不行啊，甚至你跟人家下棋，人家第一招就是败招，就输给你了。是这个离围棋文化有点远，我觉得这个不对啊。行，应该没有了，但是不一定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刚才还说了，围棋有两个好玩的嘛，一个征子，一个结征。如果有个结征的话，啊，这个就不知道是谁的了。不要，说有结成因啊，就是读秒。有些故事，待会儿我一摆，你就已经晕了。哦，是个鹰手，其实人家只是打个将。人家只是打个将，我没有怎么样。你赢错了。你赢错了，那就不怨我了。好，现在黑棋呢，这一招是非常棒的一招哈，这一段。你看他这个叫起死回生啊，他是这个地方全死的棋现在全活了，对，然后还是把白棋吃了。与此同时，这个地方构成了空中的强大的外势，和右边中国流的模样形成很好的配合。你突然发现这个黑棋这一带叫死得其所啊，非常光荣啊，这个牺牲很光荣啊，黑棋形势很好啊，但是又不一定。后来这个棋啊，曾经我看了一下，我发现黑棋这招棋啊，他朴文瑶自以为已经拿住了。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必然的一手吗？那王老师还有交换一个次序，这期啊他要先搬。先搬。对。那我这个地方。这个，先搬白棋只能搬这个，现在不能下任何棋，因为你吃这个也没有用，可以吃出来之后，你将来还是要。对，这个，还得吃。所以白棋总是先搬，然后黑棋再断。
就是要交换这个，这盘棋可能变化就有点大。那我这下先拍一下，一样，随便你走什么，跟后来都一样。你吃他也不理你了，他也不理你，或者他可以多送一个嘛，他可以多送一个，然后中间再走嘛，走什么都行。借用会多一点。没有多了这个段，借用多多了，后来没有这个段啊，什么东西都走不着，非常怪。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是戏剧性的说一个，朴云瑶这个地方啊，胜利充分的头脑，他如果先搬一下再走，这个棋就完全不同了，就完全不同了。不是说最后他一定赢，我是说棋就不同了。对，这个借用会多一点，然后这边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后来我们接着就可以看到，很快非常严酷的事实啊，就是他什么要多一点借用都来不及，这个太怪了。然后呢，很快呢，可能后来时间又用完了啊。对。好，我们接着看实战，他是这样的。这棋呢，黑棋下一招断，必然的鼓励当然是先给他闷一下，接上，然后再一叫吃。好，朴文瑶中间倒是没有死活问题，但是他要经营中国流，经营中国流，我们发现他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经营，很怪，那么多子的地方啊，你说要随便跳一个嘛，是吧？这边是不是白棋怕有借用？对啊，你人家就随便碰一个嘛，他这是死了，都死了，但是呢，但是你被他绕进去受不了。还有这个地方定型的味道在哪儿呢？各位棋友，它就是一般的行棋呢，你这样一打吃，它提掉提干净了之后，这个黑棋是不过瘾的。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解决将来弃景的问题。对，这拔干净了，这里头没有故事了啊。但是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你走这个多送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下一招发现他没法送了，对，没有借用。你看，你一管，他居然走这个，挡住这个气呢是不够的。对，你随便吃什么，他还可以吃这个，这个是最要命的。本来你吃这个，如果他只能接这个呢，这一代啊，陈英啊，他还有这些，你看我就摆一个，人家是读秒，没有一定要出你的棋，读秒他延时打将又不失礼，是不是？读到58分，他嘣断一个，断一个。你这个就只有叫吃吧，对，是不是啊？读到58了嘛，再读到58，他这儿又靠一个，你总要硬吧？你不硬，他打吃都过了，嗯，你得还吧？他又读到58，他又跳一个，他不失礼，因为下棋有这个，大家都职业棋手讲文化嘛哈。如果都时间富裕，比方下3-4个小时的棋，他是不会下这些的，因为他下完了，如果出不了棋，他很丢人，就说明你这个职业棋手怎么回事啊？你这给我捣乱啊！你走了半天，你又不走了，又没棋。对，但是他读秒，他就天经地义了。对啊，我打将。我打将啊，然后他说我再打将，你这会儿有点麻烦，他已经损关子了。嗯。你如果切掉他尾巴，这个吃太大，所以你契合一定是这个。他下一步又走这个，下一步又走这个，这下你要当心。下边好像是已经。他这个如果一接上啊，他这个叫做气长的不得了啊！你看他这个地方还有这些叫吃，还有这些扳啊。不过一会儿跟白棋就是跟你杀气啊。就是给你杀气啊，嗯，你千辛万苦收气吃，你都要收15手棋啊，你说这种事情谁对啊，这周边都要走上，是不是啊？但是他要出现这种味道，靠一个什么呢？这一下要能打得着，但是这一下打不着。你看最初他这些就不会出现，我们看看这些棋啊，发现他很怪异，他居然白棋可以这样都吃，因为你如果这个还敢提，他再给你闷吃的话，这个地方黑棋就亏大了。对，外边已经损，还接上他，损到姥姥家去了。损到姥姥家，你说我这藏下来，他说我不会下围棋，我接上，来吧，我要把你全部连骨头带肉吃掉，这怎么行呢？不行吧？这是一个。我们发现这盘棋啊非常好啊，它的味道在这儿。我们大家要看得出这些味道，这棋就好。第二个味道，我们要数控。嗯。你光说我死了多少，活了多少哈？大手一挥，我赢多了，这也靠不住。怎么数控呢？首先我们给白棋这块数控，对，咱们还有时间啊，数数这个全算他的，是吧？算你这个打车提了先手，补上。曾经我们快速数一下这块棋有多少控哈、啊？他说2、4、6、8、10、12、14、16、18、22、24、26、28、30、33、33、34、41、51、61、80目棋左右。80目左右，就全部算你封到底，80目棋左右。那么白棋全世界就80目了，黑棋呢？我们只要假设它这一块有接近80目，它就赢多了。
这还有一只脚，这还有一只脚，对，这还有一只脚。因此，你这个地方你看，我这还有叫吃，这我已经死掉了，这随便一围就围上了啊，围上我们来数控，这个是他的先手，他是十，但是二十二，当时我们也是这么算，三四三六三八三九四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六十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八六九七，这就已经七十多，这还死棋呢、嗯，那黑棋不是赢到国外去了吗？对，是不是啊？你老经常说赢到爪哇国去了，慢，您这怎么合拢啊？就是这个白棋还有哇，你看陈明水平多高啊，还走这个，你说算了算了，都交个朋友，然后再断进去吗？他断什么呀？直接给你杵出来，就冲出来了啊！你来啊，你只有吃啊，他这一接，你走了还不如不走。对啊、这个提和这个断。好，哎呦，你说这个不能合龙啊，那我走这个吧，这个刚才给大家摆了。对、啊，这个也是靠出来。只要白棋从这个地方给他渗透进去，刚才黑棋这些空就没法数了。是不是啊？对，他白棋要是棋输了，将来他也来读秒嘛。我先是个硬手，所以大模样的苦衷在这儿。你做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人家又不失礼，人家是个硬手，哎呦，丢个石头是水深。一扔进去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你怎么硬啊，都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你说这个棋你不能硬这个是吧？啊，我们这个时间有点紧，我就不瞎煽乎了。简单说的就是，你走这个呢，他就待会儿又读秒又扳你一个。对，就是搬完之后拆个一或者点个二。因为他这有这个挡着先手啊，没关系。他说我反正是死棋，你吃吧。现在他不掀了，问题是。啊，现在不掀了。对。现在不掀了，对，你吃吧。你吃了我也不亏，你吃吧，你怎么吃啊？你这烦都烦死了，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会儿朴永尧心里有点难过。我觉得呢，以下怎么下也很难说啊。但是刚才这个地方要搬一下的话，这个故事完全不同。所以搬一下，后来故事变成什么呢？一搬，你必须搬这个，然后呢，他再断，你就要吃接上。如果白棋再你吃他，他就可以吃了。最起码以后我吃了，但是他不能搬去，你不能搬了吧？对，这下你不能搬了吧？对，对不对？那如果同样是死，他这同样这个也基本上他把它当成死的。他不是这个味道多多了吗？你说我这儿可以出来了，那黑棋走这个，你说我这儿可以出来了，哎，黑棋说谢谢，这一下我借势把他全部围住了。虽然胜负仍然难说啊，陈英，我知道你力量强，你这一靠我又晕了，这个、怎么回事、啊？对，不知道，但是黑棋他至少第一阶段完成了合龙了，对，对不对？刚才是连这个合围都合围不了，他围不了这个着急，这个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围棋啊，他棋子之间的合力。棋形之间的合力，它形成了合力之后啊，产生远远大于，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远远大于二的对力量，这个、力量对是吧？如果你不能合拢这个地方啊，陈云，我不知道他们实战的情况啊，在这儿、啊、朴永尧走这一招棋的时候啊，我估计他是把他后来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用完了，因为他这个地方太痛苦了，他没法围，没法围这个棋拿不住，这个吃掉满以为大忧拿不住。赢不了，也不一定输，但是赢不了。就这边我估计朴永尧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我很理解他，我觉得是这样，说不定是本局花时间最多的一招，就不知道补什么好。你补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你好像是兼顾了，第一个他这有冲出来，你这个吃得完了他可以不要，他就是这儿就走这个拆三打入，你吃吧，吃不了这个，但陈英你说吃不了吧，你要鼓励就说行，陈英你下白棋我下黑棋，我吃你，对，我还真有可能就被他吃了。是啊，这个地方非常戏剧性，我觉得这个比赛太好了、这个比赛太好了。好，我们看后来的，后来也没有那么简单啊，走这个，然后白棋，那当然白棋走这个，走这个，哇，这个挺难办的吧？对，非常好。然后就学王阳老师，王阳老师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英雄。我读秒吧，好像就先打。其实呢，读这个呢，白棋鼓励也是下的比较那个什么的。如果他这个棋觉得不乐观的话，他还可以得寸进尺呢。因为你说你走这个，他说行，你走这个吧，我走这个，我全部吃你。就是说在这地方连走两手，还说他没活，还说他没活，等于他走一手也没死，你走两手也没活。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最后要靠这个，对，力量解决，靠航空母舰啊，靠导弹，只有靠这个，你说理没用。我觉得啊，就像外交上的说理简直没用。好，我们看这个鼓励呢，他就挡住了，对，住。然后这几刀都读秒了，对，这个、肯定是读秒了，估计这个一下把时间用完了，时间就没有了。对，但这棋它非常有戏剧性，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简单在网上看一下这个谱啊，稀里哗啦一看完了，哦，你吃一块我吃一块啊，就有点辜负他们两位高手了，它里头有很多的内容啊。
你断一个叫吃。然后现在啊，荣源一看没办法，这个就像过去这个京剧的台词一样哈、啊，这个用大兵团进剿，就像拳头打跳蚤，就是过去《智取威虎山》的现代剧。嗯，他就说要打这些土匪啊，如果你大兵团去进剿，都进入深山老林，那不是用拳头打跳蚤一样吗？你怎么打不着吗？打不着。现在还感到打不着啊，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是只好走这个。对，先说鼓励坚，继续在平遥忍无可忍。大模样围困的时候啊。对方来钻你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左防右防，因为他顺势给你一钻啊，就把你的空给你钻光了，就像一个大堤，他漏了一个缝，这个水一漏进来之后，就简直给你全部花了啊！所以你说你这个也不行，他又在挨着你走，越围越小。哎呦，你说我不能爬着，我再冲着，他又跳这个。你说我在走这个，你担心他待会儿真的到这儿来了。这个黑气已经够小的了，王岩老师，您别那么黑了。别那么黑，别那么黑。对，黄牙愤怒了。对，这个时候我想呢，他肯定是就是对，但是这些打浆他也在想，在想。他判断形势呢，觉得如果不吃白棋已经不够了，始终其实都这么认为的。啊，对。这个人都来不及交换了，对、这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但是能够吃到这个就已经很满意了嘛。对，他这个如果吃不着呢，将来白棋这些都有先手。嗯，那么这一代黑棋是很靠不住的，他走这个的时候，对，这一下子差了六目，然后再拐，再拐，这个满以为走一点去，哇，结果鼓励的五子棋下得好，这边就像下五子棋，一口气也不给尝。你这个吃没用，你说他一接一吃一跳还有点借用，你吃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反包，这个你受不了。对，这样的话就没有借用。哎呀，这个棋让他跳，冲。小尖对，这个借用是有限的，这一提掉，这个是有限的。本来呢，如果我们要给白棋数目，其实到这儿也就是八十目棋，不到一点，八十目。其实黑棋呢，要说控啊，本来是可为的。比方说鼓励刚才没有那么黑，啊，稍微下得宽松一点，那这样黑棋一急了，这样去围呢，我们一数控，他假如就是全是控，发现黑棋控还是很可以一下的，对，就鼓励太黑了，还有尖。你看这个地方全部连成一片，都是三目边的话是，就已经六十目了，中间又吃掉二十目，八十目了，这还有十目棋啊？但是呢，鼓励还要走这个这会儿是双方用实力说话的时候，鼓励并不是一定能活，如果平遥能够把它吃掉，这个黑棋就赢多了哈。对。但是这招棋怎么吃？这招棋太难。其实这个时候平遥从这边呢就已经判断啊，他是必须要吃了，必须要吃，因为他进入读秒，其实鼓励呢还有保留时间，他保留时间都还没用完。鼓励啊，对啊，所以鼓励他这个气势在下这个大赛的时候，鼓励这个气势我觉得始终很好。虽然我们的鼓励啊，他年龄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一天在长大，是吧？对，他也从那冲击的那种姿态现在到是老人家，人家在这九零后的在冲击他了。对，但是他如果能够确实调整好自己，永远保持这种气势的话，这种心态，这种气势的话，他这个棋可以确实可以青春很多年。如果什么时候这个气势没了，强弩之末啊，再而衰，三而竭啊，如果这样的时候呢，那么棋艺再高都够呛。好，鼓励现在这个气势仍然在，黑棋这道棋怎么走很困难，当然这个尖冲挤压他的眼位，这个最紧啊。我们看鼓励现在就一个一个拱出一点点线索，你这个是退还是搬呢？他就问平遥，还是只好退，因为如果你要搬是不是要断啊？但你不能打，你把他这儿给你的翻打出来了，增加了活棋的线索，对，是不是啊？如果你不能打只能退，那你这个地方还怎么吃啊？是，这一会儿我一打出来，对，你要用这种方式吃，他这一提这些地方啊，磕磕绊绊就把眼位做出来了。对啊，好像感觉这时候其实觉得要吃还挺难的。但是还是刚才我们说了一句话，如果换对手陈怡，那我们俩去下白棋，那就简直不知道怎么活了哈。确实让我现在下白棋不是特别有信心的。对，我没信心，我肯定没信心。我觉得如果我下棋的话，我是会尽量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但是对方是高手的话，他就会拽着你进入这种局面。好，躲是躲不开的，挡住是硬手，你本来破眼最凶的是这个，但积极一点是这个，这边会，对，他说我下一步就飞这个，
就又很烦人。将来这一代啊，白旗就这么一穿，黑旗这两个字就没有连上，嗯，很怪，因为这地方它是铁壁铜墙啊，这还没有吃干净。那么黑旗朴正耀，哎呀，这个是最后赌一把，横看一生，就说我让你在里头再走一手，我来吃你，看行不行？这也不是不可以啊，很刺激。再立。对，白旗一接，黑旗没法印这个地方。你说你要贴，他就搬，你还走不走？哎呦，你说这个搬出来味道太坏吧，陈毅、啊？嗯，对，这一搬出来，这几个你担心白旗先手活了，你担心他要先手活。这个很烦人的，你就不能被他吃了，你接他再爬，待会儿他又爬了还要断，对，哇，这个简直头晕脑胀。这个棋好像就感觉白棋的眼位已经摆全了。还立立、白棋在，哎，这个像个眼位了，他在黑棋的这个阵势当中啊搭出了，因为你主要这个不能穿是吧、来给大家看看，你要破坏他眼位最凶是穿，人家一冲，然后再一扳，白棋黑棋一接，哇，一扳你已经把我吃掉了，对，死而复生了，又是。这棋你跟谁说理啊？你说，好，没办法，穿不进来。那么他这个地方白棋就是有子了，白棋有子，我们看他这个形状已经方了，对，啊，眼位已经有了。好，从这边来挤，这也是好棋。然后这个拐是先手，对，鼓励这个专家定型。他说：“我看我是需要这个子呢，还是需要这个子？啊，根据情况，好像还有这个子，这个子大概也是一招。黑棋会单冲，那他也冲。”你必须打他再搂，这也是一种。好，鼓励说我走这个，我认为已经可以了。黑棋尖，对，不行。现在白棋在内侧，如果活不了的话就死了，因为外边啊已经被完封住，完封了，没有任何借用了。但是呢，我们看，哇塞，这一飞好像原来是这样做活的啊。对啊，一直就活到下边了。然后朴正耀也先打个将，其实肯定看出来他也没看清楚。打个将之后，他可能看着还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没有好办法啊。对，他是碰在这儿。其实后来聂老说，如果这么去收控的话，还不一定输。哦，还能收哈、啊？哦，还能收。哎呀，但是这个需要不平凡的忍耐力啊。但是这个走不着，这个太遗憾了。对，本来呢，当时算的是这个走着了，不是说不一定输，是说黑棋好。哦，要能走着的。对，后来发现呢，这个地方白差六目，那就是不一定输。不一定输，对。嗯，就这样吧。这个最黑暗的收获。哇，您这个够黑的，当时摆的就在这儿。哦，就这儿。然后对，然后小白棋飞一个冲了拐住。对，这个想踹到这儿。对，您这个够黑的。扎。就拼嘛，反正好坏大不了一个输嘛，哈。不是拼，是说黑棋形势还行。黑棋形势好，对。对，也许吧。你老说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悬崖勒马，冷静下来啊。其实后来他们摆了，去这个对局室去摆了。朴正耀就说，其实就是一直就想吃它，就觉得吃不了啊，就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就没有数过后来的目，可能也是独秒了。对。好，我们最后摆给大家看看啊。是碰了一个。碰了一个，白棋一顶，下一步一拍，这个就肯定活了。对，必须得再一虎，这个活了。最后的一家一挡住。一挡，哎，这换句话说，陈英如果要接着下，还可以下，这棋还不一定输。对，这时候不过这儿的目数已经损了一点了，稍损一点，稍损一点。你接上嘛，他就不走了。对，刚才呢是如果飞到这儿，有可能外边可以走到。对，但朴正耀一看呢，他觉得精华已尽，他就干脆投子认输了。对。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发奖仪式，是，也是从画面上看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一下。叶老，对，叶老走到哪儿都是欢声笑语啊。是，这个礼仪小姐把花给了聂老，聂老说：“哎，这个怎么能给我呢？这个应该给他呀。”哎，小明也，小明他性情也是很开朗的。输了之后并没有愁眉苦脸的啊，这也挺好，大家日子都还长嘛，这鼓励啊。和刘丽蓉他们也是好朋友，也是棋友。这个咱们金立手机的刘总啊，棋是非常好的。好，我还跟他下了两盘呢。是吗？嗯。好的，各位棋友，今天我们这盘棋要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最终的结果是鼓励获得了这个冠军啊。对。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希望下一次的这个世界冠军争霸赛更好，对，还能延续，同时也希望还能多几个人参加，多几个人参加，对。对，同时呢，陈英刚才既然说到了一句，哎呦，他跟咱们刘丽蓉刘总交流过哈，下过棋啊，下一次有机会请陈英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棋，不知道怎么样？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为大家带来这盘棋的解说。对，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